立冬和冬至是冬天里两个容易混淆的节气。立冬是冬季的第一个节气，冬至是第四个，中间隔着小雪和大雪节气。立冬是冬季的开始，表示天气由此开始由凉转冷，而冬至是数九的开始，表示冬季最冷的时候到了。冬至日是一年中白天时间最短的一天，过了冬至以后，太阳直射点逐渐向北移动，北半球白天逐渐变长，夜间逐渐变短。而立冬过后，北半球所获得的太阳辐射量仍然越来越少，但由于此时地表在下半年储存的热量还有一定的剩余，所以一般还不太冷。但此时北方的冷空气已经具有较强的实力，常频频南侵，有时会形成大风降温，并伴有雨雪的寒潮天气。降温对于北方的人们来说早已习以为常，从十月下旬开始，北方地区已经陆续供暖，哪怕在外面衣服需要裹得再紧，回家后也能立刻舒缓暖和起来。南方很多地区在晴朗无风之时，常有舒适宜人的小阳春天气，青山绿水，鸟语花香。但如果遇到强冷空气迅速南下，有时不到一天时间，降温可达十度甚至更多。大部分地区降水显著减少，
高原雪山上的雪已不再融化，北方地区大地封冻，农林作物进入越冬期，江淮地区的三秋已接近尾声，江南地区则需要抢种晚茶冬麦，移栽油菜，南部地区则是种麦的最佳时期。时至今日，各地庆祝立冬的方式也有了创新。在黑龙江、河南、江西、湖北等地，冬泳爱好者们会用下水冬泳的方式迎接冬天的到来。有研究表明，冬泳可以增强心血管功能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人的紧张情绪，而且能消除一些炎症，减轻一些病痛。在冬泳过程中，人体为抵御寒冷产生的大量激素，特别是肾上腺素，会使冬泳者精神振奋，身心得以放松。俗话说，立冬一日，水冷三分。当我们在岸上穿着厚厚的衣服瑟瑟发抖时，这些冬泳爱好者们却只着寸缕，在冰冷的水中自如畅游。这就是冬泳的魅力，也是冬天里一道别致的风景。传统中医学认为，立冬到来
阳气潜藏，阴气盛极，草木凋零，蛰虫伏藏，万物活动，趋向休止，为来年春天的生机勃发做准备。俗话说，春困秋乏夏打盹，睡不醒的冬三月。中医讲究春发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，冬天应该是一个养精蓄锐的季节。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说，冬月不宜清早出，夜深归，冒犯寒微。所以冬季养生首先要保证充足的睡眠，早睡晚起。除了睡眠上的调整，还应该讲究进补均衡。冬季我们要适当增加主食和油脂的摄入，保证优质蛋白等产热营养素的供应。寒冷的天气使人体维生素代谢发生明显变化，增加摄入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C 可以增强对寒冷的适应力，并对血管起到良好的保护作用。维生素 A 主要来自动物肝脏、胡萝卜、深绿色蔬菜等，维生素 C 则主要来自于新鲜水果和蔬菜。俗话说，立冬补冬，补嘴空。我国各地区气候条件不同，地理环境各异，人们的生活方式也迥然有别。同属冬令，北方地区天气寒冷，进补以温热之品，如牛羊肉等。长江以南地区虽已入冬，但气温相比北方地区要温和得多，所以进补应选择甘温之味，如鸡、鸭、鱼类。如果地处高原地区，雨量较少且气候偏燥，则应以甘润生津之品的果蔬、冰糖等进补为宜。显而易见，补冬是为了适应自然变化而做出的主动调整，是人们世代相承的自我防护和保健方法。除了进补性热的食物以外，冬天里适当吃些性冷食物和凉菜，不但对身体无害，反而有益。虽然外面天气寒冷，但人们穿得厚、住得暖，活动减少，可能会造成体内积热无法散发，加上冬令饮食所含热量较高，很容易产生胃肺火盛。同时冬天还可以喝点红茶，红茶甘温，可养人体阳气，又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糖，生热暖胃，能增强人体的抗寒能力，还可以助消化去油腻。